这个，然后才是收的。这个玩，我反正会大叫一声，超干，超湿了，然后就蹲蹲蹲蹲蹲。好，你好，先准备哦。有录音机，收。一、二、三、四。不要弄了，铃鼓不要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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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听不到，真的吗？啊，干！要不然你单独喊，我都已经喊完了。阿米啊，吃臭豆腐，一支嘴臭到要死啦！讲到要让做大师啊！香啦，上课咧头放屎啦，规间教室头壳咧臭臭的。你诶时阵放屎放屎诶，校长气到要死啊，臭到要死啊咧！听得到啦，好啦。没事啊，尽力啊，尽力啊，尽力啊。这瓜子，感觉就很好笑哎。共产党要叫公司，左水溪就取一个台湾的本土的名字叫左水溪，随便找个地方。听起来好像蛮帅的。这边。小时候养蚕嘛，每个学校都会养蚕，然后同学都会带那个很漂亮的盒子来，然后里面的蚕都很养得很好，然后商业
擦得很干净，那老师都会称赞。然后我每次养蚕，然后养两天就死了，然后就为这种事还会被老师打，还会被老师骂。就有一次去老师家吃水饺，然后那老师在称赞他女儿，他女儿是我们班班长，称赞他女儿说：“哦，你看他蚕养得多好，一直在一堆人围在那边看。”就那我就趁那个他们去包水饺的时候，把那个蚕每只都剪断。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旁边有一把剪刀，然后剪桑叶，他的桑叶他还把旁边那个锯齿状，他把它剪掉，就这样比较蚕比较好吃，把它剪成圆滑状。我直接把剪刀还把蚕全部剪断，然后就看到蚕在那边爬。从此就觉得不错，活过来，从那种教育里面活出来。欢迎欢迎，来到下吧。好，下一波开始喽。还好吗？最后机会。有可能。有没有做？更晚放，爸爸，我一定要先提醒你一件事情，都可以。三十号、31号，对，而且31号是个绝对一定要去，那个在总统府前面。哦，总统府，总统府前面，我们可以去总统府前面哦。你要搞烂吗？整个把它搞翻。干总统府跨年的吗？整个给它烧掉。那是谁办的啊？文史可乐啊，文史可乐办的哦。对，他是在总统府的什么？是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那个前面还是哪里哦？还不知道。我感觉脚在那个广场，那真是太酷了。晚上吗？对，晚上。我是很想知道他到底是在总统府的哪里，你知道吗？我是想知道他在总统府里面要不要？多前面还是在旁边的那个重庆南路那边小角落那样？这样。盖不起冰块，盖不起冰箱，可以。其实有几天是很热，现在没有当兵，哇，好屌的！我每天都很闷啊，然后一运动都很少。刚才说要尬一下。更上层楼，两名获得主持彭丽斯果然很抽啊！身份访谈行程当中特别安排媒体接头见面，双方谈话非常重要，期望的时间。不认识，之前都是在跟他好了没。哎，走啦，我们走这边好啊。看到了。每一个阶段的那个烟火的主题都不一样。我下午下去了，对啊，下午就有吗？没有，下午是看到他们在那边排练。他搓了，然后，但是你不要把东西往下面丢，不要往下面，因为怕说会危险，会整个状况失控掉。对啊，那其他都在，反正我们要搞什么都在台上乱搞，对不对？然后手下在空间绕的时候，我们就前面这边就全部跪下来，开始磕头，开始请愿，那场面简直是干天呀，糟糕透了。接下来不用我教了，这你们自己发挥了，不要教太多了，不要教太多了。
要洗手。谁请手？有等的哦，要等哦。我等我看，我怕我被等了。Thank you.
为各位带来了今天晚上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希望各位不要再有任何的哀伤，不要再靠着跟妈妈讲打手枪的那理由了，再也没有打手枪的理由了，跨越二十一世纪，不要再打手枪了，要打要打找女朋友打。开着路径，把雨将我装进，可是我只能站在角落怕星星。老师说要好好读书，校长说要不惜拼输，可是我只能躲在角落里怕星星。弄完了之后，先跑的也是他，他就是这样先跑。
是要给人家看一下吧，是不是？不要，你表演太激情了啦。我知道，我知道，但那现在人怎么样？现在不是要丢到人吗？啊，你在台上没有看到掉人？没有，我们都没有丢，我们其实就只有一个人在，因为我而且我对啊，我们全部都在上台人，我那个丢到现场啊。上台人，上台人，我全部都讲过了。就是，但是就丢到了。我知道，我知道，现在那个受伤的人，但现在人在哪里？现在也找不到人了、啊。刚刚从那个总统府那边表演过来，好像事实证明我们还是不适合，无法承受这大场面。没有气质，对啊，还是超有气质，还是回来这个小地方，适合现在的政治比较快乐，还有跳舞。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很荣幸的就这样为各位陪伴各位度过这个除夕的夜晚。接下来已经不耽误各位倒数的时间了，我想没有了，正正式跨入二十世纪的时候，21了啊，开始。好了，刚才说了，那我就不说了，来了，开始吧。那真的，会不会来不及啊？没关系，30几分钟。我是想，不要再打手枪了，太悲哀了，不要再去打手枪了，太悲哀了，太要头了，在21世纪，还能不要再打手枪了，太危险，太多。新闻不是都会写什么左水溪在总统府前面那个观众血流如注？对啊，血流如注。都是你呀、啊？我没有。还有谁？还有谁做出来这种下流的事？这不过就是大的比较紧张啦，大的都很容易早泄、啊。就像你今天去，就像你今天比如说。去跟一个很熟的人尬，一定不会比较不容易早泄。
对啊，就像是我们去 vibe 圣阶就比较正常了、啊，不要可以正常演出了啊。你只要今天去跟女青霞什么青烟之干，你一定马上都泄出来。用类推的就可以，像以前摇滚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有原创性的人也可以比较专注下去。其实这不应该是说，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看你要不要做，就做这样的东西，马上就会很多人喜欢。是什么会去用正面的看法去看待？喂。我把钢片垫下。以前那个弹钢琴那一段，以前也没有弹过钢琴、啊。有啊，CD 里面有钢琴。中间爵士乐。你呀、啊，真的是爵士乐，我是爵士乐。爵士乐啊，之后就 Ladies and gentlemen, blues。我觉得会很尴尬，会不好笑，就很无聊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主要就是你打鼓啊，介绍你打鼓。不要，我们就是这样。那不要用这种，我宁愿要别的。我不要啦。你要不要带那个扫把？那个铁刷。Oh. 可以啦，主要就是看你啊。不要啦，没有这种的啦。哎、欸，那个在家里守的那，我不要这样弄啦。啊、就这样对啊。过年嘛，干嘛啊？哦，过个年这样吗？这么大的人还在玩那种小孩子。也不想想你们几岁。好，来，练下练个三十秒，快点，已经过了，时间过了。好久没有那么不自在，我觉得前一阵子还蛮自在的，觉得主地下乐团很开心，有时候就是受不了你们这个样子，真是。那申论题要弄什么？就是刚刚那个吗？完全不知道。啊，知道。我看我们快完蛋了，是不知道弄什么，我上车，真的你们快要被时代淘汰了，我觉得真的不行，现在都人家都流行什么，你们还在干嘛？有啊，本来今天找阿光来啊，就是想跟上潮流，你们那个时代都没有，结果人家又不帮忙。本来想对啊，弄个机器过来啊，结果还是没有人要帮。我说你们那个时代都没人要听的，现在还在这样搞，人家是可怜你们，看你们撑很久，当做一个民俗记忆在看你们。哎、欸，不错，从来也没有人喜欢过你们。不错。什么做事的方法？你是说要拿个新传奖了，是不是？对啊，真的可以。
这样表演每次这样真的不行，一定会被淘汰。这样怎么行？歌都没有办法好好做。今天是准备，对，今天练的，在练什么？今天练的全部没有唱，对啊，几乎没唱。你都不听 Q， 你要加一次，重点都不在乐器，对。喂，明天的表演是6:30，所以我们就提早了。是怎样？我们的排名越来越前面，越来越后面，这样。没有主动要求说早一点，早点唱一唱。不要再拖，不要再跟我讲压轴了，压轴都最烂的。不要给观众那么大的希望好吗？我们这是个台牛。人家就是欣赏过了十几年还是这样。然后我们只有25分钟的时间，明天接近暖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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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回到年轻的时候，这样也不错啊，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干嘛搞把自己搞得压力这么大？他叫我们进 demo 去听。然后再说明一下，那个3月4号本来要去台中嘛，要去了，对，那场取消了，这样。我的排名已经到取消的地步了吗？他们说团太多了。真的吗？他们说团太多了。那我的排名已经到不用去的地步了。私下公开赛开始都不要我排名都在太后面了。人家参加了俱乐部办的。不会啦，还有个叫夹，还有夹子在我们前面呢，不要自己觉得好像很菜。我没有说，我只觉得我们排名越来越前。不是啦，我跟你讲，不是这个回事，他是怎样啦？本来我们是在后面呐，外国团，我们是在后面的，只是说那个 Brady 他是跟我讲说啊，他们要去上 PVPS 节目，要稍微掉一下。本来是我们是在后面，他是说他因为没办法，我真的没有觉得。就算我们真的很菜，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看你好像觉得好像心里快乐这样子。没有，我觉得我是没差啊，我是没差啊。这个事情好像已经一直在发生了、啊。没有啦，这都没有啦，那我乱掰的。那个什么台中的乱，台中是因为阿志不能够去啦。哦，阿志都不讲，阿志没有去啊，我是跟他讲，我都在乱掰的，什么啦？阿志不能去啊。好，不要难过了。我没有难过，看你们真的嘞。为什么我看你好像很难过这样子，没有好像觉得。我要去当兵，是不是？啊，这边什么那边讲的？阿志也要去当兵，对不对？要是吧。剩又剩了，又剩你们两个。我们下礼拜可能要做一次环岛之旅啊，就是下礼拜六，我是已经把那个查，把那个什么那个火车票已经查好了，火车时间了，就是反正是坐高雄，然后再坐。再坐南回，然后东部干线，然后再北回，就等于说下礼拜我们做一次环岛之旅啊。对啊，全程刚刚好，全程走动的。自由。哎呀！转过来要干嘛？是要打牌。要打牌啊！马上开始打，是不是？他多急嘞！
也是在大尬炮的尬炮时间吗？对，不错。好，1101108。北京有电话器，不在机场后。
今天想到就是这个 Robert， 然后今天站在我们的旁边这样，以前都大部分他都是在后面的，今天能够更认真的看我们的鼓啊表现。228什么的哦，何必要应景？全部唱歌。对了，干嘛应景？唱歌学霸掌啊！对啊，我爱。干嘛一定要唱那个？对啊，又不会唱，又不会独立，又不会结成功啊！唱那个，唱梅花。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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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九来啦，九。大家全部都要你有带一个枕头好了不然两个这会困了啊阿姨但那个相当惊恼我两个睡一下明天网络上写周伟熙是 gay 的哎 Robert、hey. 我不好意思我那个吉他可不可以放你车上Thank you.
你到底要去哪个祷告，他只想看到说看能不能把整个鼓丢往下丢啦，整个吉他往下丢，对不对？人往下丢，他只看，只想看这种东西而已。因为紧张，所以就变了。就上台之后，好像把你丢在一个战场上，手无寸铁，所以必须要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活过来。假赛啦，靠发专辑赚钱。我现在早就大概20岁就死了，我还靠偷东西赚钱还比较，靠偷东西来活还比较那个，靠发东西发专辑赚钱嘛。好，慢慢都会变，然后变老也不觉得，有时候觉得当兵前吧比较老。那时候会想要什么成就，什么乐团怎么样，会想一堆，现在反而不会想那些，反正就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做一份给你，然后，好，对哈，就是他今天来的送货单。
你签一份，我签一份。这个你帮我签一份，要是等一下我们出去看一看那个是我的，在外面那边签一份。哎，那你在这边帮我签一下，那这个我帮你签一下。那外面都还没有拆封，所以等你来拆封，拆封典礼。唱生日快乐歌吧。要的话，我过几天再次给他凹一下。刚才我看看里面，可以换他老婆了。哎、欸，大家都怎么这么觉得？哎、欸，怎么来？啊，被人团了。啊？七点了啊，已经七点多了呢。哎、欸，啊。我就是已经觉得说，大家一定都不去那些地方，什么桃园、台中，大家都不去，所以我想说，那就干脆我们就只要去一场，那就是外县市只要去一场，那就是春天大喊去一去就好了。我也只能寄望这一场去，大家去能够去一下了，去一个比较效益比较大的，看看怎么样啊？对啊，少了一个人，那个效果是不是值得去啊？啊 ，Robert 是怎么想 ？Robert 是你去一场，那个比你去走宣传十场都还有用。我们要卖到两三千张也不难啊，对啊，对啊。那为什么？那这样为什么？哎、欸，我就觉得很，有时候觉得你那个夹子是东南西北这样子跑，对啊，他是这样子不计代价这样子跑，啊，这样子他们也卖得不错啊，卖了也是卖好几千张啊。我觉得为什么我们都这样子，连去一下那个都大家都这样子，我觉得很奇怪、欸。啊，本来，要不然就是都不要去了。这样也很好。对，好，先练。又要考试啊，那几天呢、啊？准备早点准备一下就好了。那么高手，那么歌曲我要厉害，光准备不起来这样。是啊，而且我也不太想去，每次去我觉得没有意思。就最后一次去了啊，我也是把它当作最后一次去啊，就大家都会去啊。那你没去啊？干啊！很多人听我这样讲，说你不去了，都很为之叹息，你知道吗？啊，叹息，我不要去的话。千辛万苦做了一张 CD 这样子的，买一张专辑的话，我们送两颗蒜头。我们背这个执行带的意思就是说，前几个月每个月都有人在出片，那以上个月12月来讲，就是甲子执行这样子。4月份就轮到我们背执行了。那我们在这边为陈一郎先生默哀十分钟。发上一张的时候，变成说我们人有去，唱片没到就很堵然。那这一次唱片可以去，我们人不去，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的版税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就只是版税而已，没有成本，那我也不要去。要过去一下，跟他们互动一下。少卖一点又没有差。我是觉得啦，就算我们三个去都可以，只是说要练一下，说怎么样，我们三个人可以做的还可以。
可是我是觉得我们三个都可以，那你一定要带一个吉他手，那就是再找小高。我就不要唱多啊，然后唱那种很简单的那种，都在刷和弦那种、啊。我们就弄一些变奏，这没有问题，要用乐器来撑啊。对啊，对啊。然后卡通手像做久一点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不去，我觉得对啊，会有损失啊。不是怕累，就是觉得质疑那个效果。不是说不信任小昭，我知道，我是说就是，当然左派去最好啊，可是没办法、啊。现场很嗨啊，你表演完你会开心的。那个最嗨就是那个时候的、啊。你说不去，到最后都不想去。你说去，其实等到表演完，就算烂还是很爽。去年那么烂，可是，譬如说，对啊，也是过去了啊。困难无人来斗阵，欠吃欠穿，公私分明，谁知股票落袂停，做生欠坐上路票，子孙现烧无了事，受尽命运喜人，为钱在走西东，枉费半生无采工，煮鸡白酒甜。所在紧张，无法度抽钱。政府寄通知，叫阮去领补助费。艰苦的环境，安怎忍耐？专辑的名称讲错死了，就是做得更简单，然后不会像以前的专辑这样子做得很复杂，乐器用的很多。你的自己跟其他音乐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就像名字一样，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强，对，然后我们不善于唱情歌啊，然后比较关怀这个底层的生活啊。这个比较社会主义思想，这样歌曲里面都是比较喜欢替弱势的发言这样子。去年的春天呐喊，你们好像是最早就下来的，今年还会下去步去年之后尘吗？还是会？我一直提醒鼓手啊，千万不要这么冲这么快啊！去年就是冲太快了，那个马上就出来了，那感觉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最后结果是要看到整个台上都是碎屑，都不可以只有一两把，要20把砸在上面。创台湾的世界纪录是一次摔最多把吉他，要创新的世界纪录，就是要宣布我们今天要创新的世界纪录，要在台上摔最多把吉他。我那边有一把，那边有没有？我那边有一把，但是那把是比较小型的了。不管了，我自己去弄一把，就堆堆。自己去弄一把，集中在一起摔，连成一个伞。我要戴安全帽下去，鸡巴吗？你也要手套了，安全帽我都戴，都会受伤，肯定会受伤。我跟你讲，这是我骗你。搞不好连 Space Green 他们的，我们都会砸下去，都不管了。还是不用去。没关系，以后不要去。对啊，就是不要去。我本来就把它当作今年最后一次去了。谢谢你。OK， 好。小乐，怎么样？今年有没有什么戏？今年哦，最高机密。尽量这次是不要让他就是按照我们的状况去弄。因为其实也可以说上来就砸，可是那样就不好看。对啊。要弄，就是比如说排在一起看，先看一下子，然后再砸，所以一定要撑一首歌。千万不要往下丢啊！千万不能往下丢，丢的话你就变成悲剧，就是你整个效果，对啊，就整个哇，人家都觉得评价上面就整个扭转过来。我是觉得不要往下丢比较好，这样子现场这样子弄得一片狼藉。
我这样干，好，就全部人都傻了眼，这样就好了。乔一把的话，搞不好我还要再带一把，或是说，搞不好还是要从台北带一把，还要没有，要还是要练三把。现在有九把，现在有九把，还可以带一把。区分几波比较好啦，要有这个层次感，这样子比较好，而不是全部在那边爆。我觉得那样子的话就没有意思了。那你根据我的，哎，我要讲话，我一定会讲话。你要带，就是开始飙啦，开始什么车干飙，然后一个一个开始砸。第一首巴基大，第二首农村先生，凑死了，强奸杀人，台湾独立军，好，怕秋千，好，一首一首来了，巴基大啦。提醒一下，就是，到时候一定会大家很紧张。我是意思说，我们一定要稳下来，不要一直变得变快了。阿拉伯嘞，阿伯来啊。不要这样子，还早，12个小时以后，好不好？好，那我们6点再麦当劳了啦。心目中是神，卓水西是我们团的，算是一个启蒙的一个乐团啊。他们已经做到一些现在没有人能超越的事情了。我觉得用眼睛看。去年有看到他们表演吗？有啊，早泄啊，在那边玩了，早泄啊，怎么样冲哎，敢下来了。去年很可惜啊，表演到一半停。比较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表演完全部，对。然后去年的话，他们来表演5分钟、10分钟。希望他们不要再像去年一样，才唱5分钟就喊停了。就是大家不要太暴力，克制一下气氛，这样。拜个年，拜年。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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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2022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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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看我们还有对。这个很漂亮哦。好了，这样就好了啦。在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们是左水溪公社。大家可能看得出来，我一直在深呼吸这样，因为我们不想再重蹈去年的覆辙了。好，稳住，稳住，至少我们能够达到去年的两倍。为各位带来第一首歌曲《All You》的《巴基浪》。怎么又熄灯了？我们要错了吗？我们要错了吗？
头放屎，食排骨便当，我就想要。和各位唱台湾独立军，台湾独立军啊！为各位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你表达我对我前妻的不满，他只要秋千而来。
喂。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 encore， 对不对？他们没有乐器啊，他们这么辛苦。嘿，你们要不要拿一些坏掉的礼物？你用完要丢在垃圾袋，好不好？哎，你不可以拿麦克风啊！哎，你们，小心，慢慢来，有好多木头。我剪开。我想上线。来，小凡，来，小凡，快点给你安排了，一年。是那个要放哪里？谢谢。下次有机会，期待他。下次有机会，麻烦浪费小团继续参与你们的音乐活动。啊，你们在我心目中已经无法取代了。终于告诉你了。对呀，真屌，控制啊，控制非常好，全部练到天魔都是最好的。给你打出来了，算是最好的，对吧？这个伤没有伤出，对啊，对啊。就不弄了、啊，我就不这个东西、就是、都不要 live， 对啊，就直接这种东西就休息了。因为其实我们当兵一年半而已啊，扣一下子，你再出来刚好发下一张啊。当时听说76的票，明天的票已经早在一个月前都卖完了。但是明天又要来表演了，好多人在看你啊，好多人都过来看你。还没有加入左水溪之前，我会觉得说乐团好像应该要，你可能在台面上是要，就是可能对外啊，不一定是表演，可能你平常讲话或者什么都要，好像要保持一个说你好像什么形象还是什么。可是认识他们以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落差很大，在台上跟私底下，然后而且也不会避讳什么东西，什么都可以谈。那我觉得就是他们那种对摇滚乐蛮诚实的态度，算是我加入以后有就是得到了一个对我自己有改变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变摇滚了，我觉得我自己啊，对。报告们，现场，全球国际，干嘛？爵士鼓比赛冠军 ，Robert。他也是很重感情。小柯有够重感情，
在就组队戏以来都是他照顾。团长，小三，创团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说这个团会撑那么久？那时候其实想的是说，要唱到很老，还唱法克。刚想公益，刚先我到牙齿机关，小朋友会支持。你有啥物困难？当志坤，你愿当恁的新妇咪？
线器你们还要吗？电线器。
声。一直不能够成为艺术家的原因就是，我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犯了最大的禁忌，就是表演的时候不能够笑，不能够弹错在偷笑，一个笑的嘴巴。不能，牙齿都不能给人家看到，绝对不能笑。你要记着，你们绝对要记住，在社会上，在这个社会上，今天我艺术家劝你，劝你，劝你不要笑。开始了，好不好？如啊，第一首歌《山野歌》。你刚啥的？
结束，谢谢。我们的哲学家，他们的。